中国有四大赏枫胜地，它们分别是北京香山、南京栖霞山、苏州天平山、长沙岳麓山。距离上海最近的无疑就是苏州天平山了，从人民广场开车110公里，2小时就到。需要提早微信关注苏州园林预约，预约和购买天平山门票，成人30元每人。天平山有吴中第一山、江南胜境的美誉，海拔不高，只有201米，古代称白云山，又名次山。景区占地约100公顷，以红枫、奇石、清泉三绝著名，其中以红枫最为出名。每年11月中下旬开始，天平山的枫叶景观开始进入最佳观赏期。有着天平红枫甲天下的美誉，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这样的诗句：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那层层叠叠的红色让人惊艳无比，无法移开自己的双眼。大爱秋天，一年四季中秋天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季节，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哪个季节呢？